我想《六祖坛经》应该是我最熟悉的一本，我看了很多遍，我都记不住有多少遍了。禅宗从绝大多数重要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是东方佛教，是中国禅。禅宗修炼的方式不是钻进纸堆里，朴素简素是一条更安稳的路。禅宗追求智慧，崇尚思考，这又跟好多佛教宗派不一样。所以在禅宗整个的经典教育里，强调自立，内心有一个强大到混蛋的核，才能在宇宙中不易被风吹散。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知道无常是常，但是这不影响我们内心肿胀，来世界花开一场。今天我们讲六祖坛经，慧能的言行录，不见得是慧能写的。传说中慧能不识字，应该是慧能的后人，慧能的徒弟，徒弟的徒弟收集整理出来的。在这点上跟论语有相近的地方，论语也是孔子的弟子收集编辑整理而成的，并不是孔子自己写的。我们为什么要读六祖坛经？今天只讲一点，只讲一个字，这个字就是禅，是补旁一个丹，禅，参禅的禅，禅宗的禅，禅意的禅。禅这个中文字从构成上来讲，是一个人的祭祀，一个人的崇拜，一个人的修行。如果从这个字想你还想不明白，那就从一本书去了解禅。哪本书？六祖坛经。这是一本了解禅宗的最好的书，没有之一。各位总说这个人有禅意，这个屋子有禅意，这个设计有禅意，那到底禅是什么？到底禅跟藏传佛教、跟印度的原始佛教、跟其他的汉地佛教有什么区别？各位请听我慢慢道来。经常有朋友问说，看你的样子，你是不是一个佛教徒？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不是佛教徒，可能只能算是一个在家的学僧，学生的学，僧人的僧，学习学习，体会体会，用一用。但是从严格的禅宗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应该算某种意义上的禅修者。禅是要靠自己的，禅是不需要上师，不需要仁波切，甚至不需要经典，禅是需要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一言一行，一食一饭，自己去慢慢琢磨。或许你能遇上好老师，或许你能遇上某些决定性的瞬间，你在那一瞬间开悟了，开悟之后你一直就是开悟的状态，或许开悟之后你有所反复，又从某种程度上坠入原来的轮回，原来的思维定式。但是一旦你开悟之后，你就很难完全回到那个没开悟的状态。所以我是一个在家的学僧，是一个禅修者，并不能说是一个佛教徒。阿弥陀佛，有时候我叹气，有时候我说阿弥陀佛，其实是因为实在找不出更好的说话的方式和更好的说话的词语了，有时候真是无可奈何，只能唉，阿弥陀佛。我也看了很多关于唐代，特别是唐初，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以及武则天，就这些皇帝
在位的时候，唐朝主要的建筑啊、城市啊、文化呀、军事啊、政治啊，看的还是蛮多的。关于内前后200年的出土报告，我差不多也都大致都翻了。我对六祖坛经里里外外应该算是最了解的。反而是因为太了解了，我反而觉得这本书是最难讲的，原因也有几点。第一点，佛说不可说，禅宗讲究不落文字，禅宗对于语言，对于文字，特别是对汉语有相当的戒心。这种戒心有没有道理？有道理。这种戒心是不是最后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是的。但是这种戒心是不是能推广到一个极端，就是截断语言，截断文字，不要说，不要讲，也不要落到纸面上，更不要印成书，更不要流传，是不是这样？实话讲，不是的。我们做管理学，常常要意识到一个困境，这个是什么困境呢？就是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比如说一个房子，如果说什么都完美了，那有可能这个房子就会非常贵。如果说一个医疗改革的方案又能普惠又能高效，那它的成本一定不低，国家的负担一定是重的。比如说一个人才一切都好，哪一方面都好，甚至他要价不高，那不好意思，这个人精神状态可能有问题，或者是说在你这儿干不了多长。因为有句话说叫 too good to be true， 就是太好了不像是真的。语言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如果不是语言，不是文字，不是印刷，那禅宗留到今天的东西甚至还要更少，还要更凌乱，还更有误导性。语言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误导性的东西，非常有偏差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意识到语言的偏差、误导性和限制，转回来还能帮着你更好的认清禅宗的真相。我为什么这么说？你可以多想想，我觉得我是有道理的。当然这个道理又不见得能用语言完全表述。第二个我觉得难讲之处在于，因为我对六祖坛经相对了解比较多，对禅宗熟悉程度也应该蛮高的，因为太熟悉了所以不容易下嘴。这么讲，如果我对班花不熟，我对校花不熟，那有些关于校花班花的八卦讨论，我乐得加入阵营，打一瓶啤酒，喝完了再开一瓶啤酒，再开一瓶啤酒，喝个四五瓶啤酒，口吐白沫，就着韭菜花啤酒花说起班花。哎呀，那些美好的初夏的夜晚，那些春风沉醉的晚上，哎呀，那班花走在黑黑的夜里，就像走在火星的表面，每一步都像是在跳舞，每声叹息似乎都像某种歌曲。可是你如果真跟班花校花谈过男女朋友，滚过床单，甚至有过一段撕心裂肺的爱情，你会发现这八卦没法聊了。你甚至知道很多细节，你知道班花痒痒肉在哪块，你知道校花有什么古怪的习惯，你实在不好意思跟大家说了，你常常有非常明确的隐私保护感，同时大家也不愿意跟你说了，对吧？大家知道你跟班花有事儿，你跟校花有一腿，那秉着礼貌的角度就不提这件事了，不提这个人了，大家微微一笑，看穿不揭穿，看破不说破，就完了。所以我对禅宗，对六祖坛经就有这样丰富而相互矛盾的感情。因为熟悉反而不好讲，那我想了想怎么来讲。
我想咱们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讲我对禅宗的总体想法。说实在话，我们不是一个特别有宗教感的国度，对于佛教，对于禅宗，我们展开的讨论其实并不多，对于禅宗也有很多的误解。我想呢，我既然读了这么多，了解了这么多，又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我就跟各位用最简单直白的方式，大白话，求真去昧，讲讲我对禅宗的总体的了解。你把它当成一个导论也好，你把它当成一个前言也好，然后我们直归正文，咱们就去讲讲六祖坛经的正文，讲十段也好，讲二十段也好。第三部分，我给大家引入一个禅宗非常独特的世界，就是公案的世界， case 案例。禅宗讲究日常禅，通俗禅，就是很多道理要在日常生活中见到，日常生活中修行，日常生活中悟道，日常生活中应用。案例就是这些生活禅的总结归纳提炼，同时这些公案又是非常优美的汉语。我一直认为汉语的顶峰，皇冠上的明珠有俩，一个是诗经和有些好的唐诗宋词，是诗，另外一颗明珠就是禅宗公案。这两颗明珠的耀眼程度要超过从古至今我的四位汉语英雄，庄周、刘义庆、苏轼、张岱，这是我四个汉语英雄。这四个汉语英雄单拎出来，他们的光芒顶不上最好的诗经、唐诗、宋词的集合，也顶不上最好的公案的集合。我想给大家举十来个公案，这样通过公案完成我对禅宗的基本介绍。不得不说，禅宗的起源是个外国的东西，从印度来。在五东会员里边说，西方老祖，就是禅宗的西方祖师爷有二十几个，也是有各种各样西方的名字，我一个都没记住。当然西方初祖一定是说释迦牟尼，东方呢也有一直到六祖，初祖叫达摩，一苇渡江，弄一个苇子杆就横渡了一条江。我想跟大家说的呢，禅宗有没有这些西方老祖不一定，很有可能没有这个顺序，没有这么多人，或者是说他们的名字也不是现在叫的这些名字。禅宗有没有之后的这些东土诸祖，从达摩开始算，一直到五祖弘忍、六祖慧能，我看也悬。弘忍大概率事件是存在的，之前那几个再说，特别是初祖、二祖到底有多大程度，他们存在多大程度是传说，这个是存疑的。不存疑的是，禅宗的源头在西方。再说一个层次，禅宗在东方，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纯正的第一次出现的中国佛教。我们的老祖先创造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四大发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比如说丝绸、陶瓷器，这都是我们原创的，也让外国人很羡慕。但是我们继发性创造做的其实并不多。什么叫继发性创造？就是从外边输入了某种文化，从我们的角度看就是外来文化，我们把它消化吸收，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东西，发扬的创造性的继承了一些外来的东西。像这种事儿，我们做的不多。我们民族自古以来是个原创型选手，但是在佛教这上面，
我们非常有创意，非常有创造性的进行了二度创造，产生了禅宗。禅宗从绝大多数重要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是东方佛教，是中国禅。你有可能会问我说，禅宗有什么特点，有什么藏传佛教啊等等他们没有的东西。那我跟大家好好聊聊禅宗相对于其他佛教，相对于其他宗教最不同的几方面。禅宗第一大特点是简素，简单的简，朴素的素。禅宗是一个非常简单朴素的宗教。怎么说？有几个层面。一个层面，禅宗就讲究找个山，找个水，搭两三间房，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修禅。修的习惯了，修的明白了，大家如果想出去转悠转悠，就出去转悠转悠，如果想再回到世俗间再做点事儿，那就再做点事儿。简单到没有大楼，没有高塔，没有大的房间，大的寺庙，不求高大，不求辉煌，不像我们南北朝，甚至不像禅宗刚刚产生时候的隋代唐代，没有那么大的辉煌建筑，不花那么多钱，是每个普通人都可以用得起信得起的佛教。大家知道敦煌，大家有人也去过敦煌，敦煌那一个一个洞窟背后都是有钱人的身影，都是各种节度使，各种贵族，当地的小富豪小富婆，浅薄又快活，心里有点事儿，修个小佛陀，这么弄个洞，画个壁画，弄点雕塑，来解除他内心的苦，来帮助他花钱保平安，是这么一个路数。但禅宗不同，禅宗不讲究这些高大辉煌富丽堂皇，禅宗就是一些山林的隐士。我就找一个地儿，自己用最简单的吃喝应付自己的肉身。虽然我生活简单，我思想极其丰富，禅就在我心中。你有可能会问我，这种简素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呢？好处呢，我是这么看，省钱，环保，每个人都可以用上，每个人都可以号称修禅。坏处呢，就是留不下什么东西。你看到的寺庙，现在的古迹，往往跟禅宗没有任何关系，都不是禅宗佛教留下的，都是其他宗派留下的，留不下什么。就像花落了，留不下什么，就像树枯萎了，留不下什么，留下的都在人心里。还有呢，就是形不成什么所谓明显的势力。禅宗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真是一个相对出世的，相对不世俗的，相对远离名利，相对远离权力的这么一种宗教。它跟皇亲国戚离得挺远，它跟大贾富商离得也挺远，它不太问江湖事，它管的往往只是内心的平静，内心脱离苦海。除了物质上的简素，它也没有什么经书，六祖坛经是个例外，所以我劝大家珍惜。禅宗没有留下什么经书，没有留下什么经典，非常之少。特别是在早期，特别是在创立已经有一二百年的时候，没有留下什么。而且禅宗不相信你去读大藏经你就能成为一个好的禅师，禅宗不相信你好手穷经，看了很多文字就是一个很好的禅师，不是的。禅宗修炼的方式不是钻进纸堆里，除了建筑简素，除了经文简素之外，还有一层简素来自于禅宗在很多时候是没有偶像的，就是没有佛像，
没有壁画，没有这些外在的东西。禅宗不认为说你拜个木头雕的、青铜雕的，有个脑袋、有个手，胖乎乎的，感觉好像挺严肃的，这么一个佛，你拜他就有任何屌用，没有的。你拜他也没有什么一定的好结果，当然也不一定有什么坏结果，那是无用功。从刚才说的这三点上来讲，禅宗是个简素的宗教，它没庙、没神、没经。禅宗以前的那些佛教，大庙、大塔、大经书，各种美好，各种绚烂。坏处是什么？佛、法、僧三宝，佛越来越大，经书越来越多，寺庙越来越大，念佛的人、学佛的人、修佛的人越来越多。禅宗以前的佛教越来越变成一种势力，寺庙也有好多地，也有好多钱，影响到很多权力的划分、权力的平衡。结果出现什么？出现了好几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有好几次非常有名的灭佛运动，一个主要原因，一个次要原因。主要的原因就是皇上没钱了，借你钱来用用，直接给你借吧不好意思，那就把你杀了吧。灭佛连大和尚一块灭，灭完了之后庙产充公，国家又能兴盛好几年。只要皇帝不怕灭佛生灾，横下一条心，先把这几年富富裕裕的过完，他就去灭佛。割韭菜是一种方式，但有时候割韭菜割狠了会有农民起义，灭佛往往没有造成什么农民起义，其实比割韭菜要来得容易，风险要小。杀富不见得济贫，但杀富你自己国家能用几年。灭佛还有一个次要原因，就是有时候佛教势力太大，干扰了政权的稳定，他势力一大，他就难免要弄权，手持利器一起杀心，说的就是这回事。他手上又有钱，又有人，又有势力，又能给王亲贵族、诸侯、富豪洗脑，他作为一种恶势力长期存在，那皇家必然有所忌惮。一想，哎，我把他干了，我还收一笔钱，我还割除了一个心头祸害，那我何乐不为呢？所以中国历史上有好几次毁佛运动，这个毁佛运动很遗憾，虽然让当时的王朝苟延残喘了几年，但是这种毁佛运动破坏了很多美好的东西，特别是建筑、雕塑、壁画、经书等等。哎，阿弥陀佛，你不厚葬就没人盗墓，你不显摆就没人惦记，你不弄得富丽堂皇的这些庙和佛，可能就没有毁佛这件事。哎，朴素简素是一条更安稳的路。除了简素之外，禅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是智慧。禅宗追求智慧，崇尚思考，这又跟好多佛教宗派不一样。好多其他佛教宗派它讲究信，讲究知识，你比如说唐三藏、唐僧的唯识宗，他把一切弄得好复杂，别说普通老百姓，就是知识分子好手雄经，没个一二十年都不知道佛经里在说什么。通过这种庸知识自重，就像庸兵自重一样，把自己跟普通人划分开，把自己当成贵族。还有多数宗教讲究的是你要信，你不要想，你想的越少越好，你要相信，哪怕告诉你的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比如说不通过性交也能怀孕，特别是当人工辅助生殖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不通过性交，不通过阴道，那还能够怀孕。
那通过什么道呢？通过耳道。那总是要通过一些渠道才达到受孕，好像尿道阴道都不太高级，那就耳道。我去各地走，也经常看到一些带引号的神迹，说给我一颗像老虎这么大的牙，说这是佛牙舍利。我刚刚有点怀疑，我说那佛是老虎吗？怎么牙这么大呢？虎牙呀。大多数宗教强调相信，无论是教义告诉你什么，无论上师告诉你什么，都要求你去相信。但是禅宗强调不信，强调怀疑，强调思考，强调通过思考而产生的觉悟。你不是背多少遍经书，磕多少头，烧多少香就可以觉悟的。你要思考，你要想，你要琢磨，你要趁着事儿去琢磨。智慧的路是要通过学习和思考才能走通的。由觉生定，由定生慧。阿弥陀佛。除了减速，除了思考，禅宗强调的第三个词是独立，是自我。心即是佛，自性就是佛性。跟佛教的其他门派不一样，禅宗不强调师承。如果你跟着几个人，或者你不跟几个人，你见悟了，你顿悟了，你就是禅者。你不需要一定有师父带着，有师父有可能是个捷径，师父帮你喝你。如果你们俩人对脾气了，之间有化学，你有可能走了一条捷径，但有可能这个师父的喝，这个师父的棒，反而成为你的魔杖，你反而走不出去，反而是一条弯路。所以在禅宗整个的经典教育里，禅宗强调自立，强调内心有一个强大到混蛋的核，才能在宇宙中不易被风吹散。不强调上师，不强调经书，尽信书不如无书，上师往往是个骗子。这是禅宗的看法啊，不代表所有佛教的看法，也不代表我的看法。我只是跟各位介绍禅宗的看法。禅宗强调自我，强调没有比自己这颗心更好的去修禅修佛的途径了。你跟你自己周旋久，你的心也跟其他人的心一样，也是一颗心，它蕴藏了足够的智慧。你之所以没看到，之所以没有那种无上智慧，不是你心的问题，是你蒙上了眼睛。强调自我，同时也就强调了日常。什么意思？从自己，从自心，从真性，从真我去修佛就够了。那怎么修？修日常禅。日常的一饮一饭，一睡觉，一谈话，一读书，一散步，都是修行的方式。枯坐打坐苦修没有用的。如果说你能枯坐能成佛，那所有走不动道的人都是佛了。这种枯坐，这种打坐，在禅者的眼中是很可笑的一件事。你当然可以做，但跟必修之路没有任何关系。通过个人经验，通过个人的日常去修行，强调自己，强调自己的视角，别信其他，信自己。你没有上师，你没有经书，你没有一个一定能够达到顿悟或见悟的途径，没有现成的路，全靠你自己。从这点上跟佛教的其他门派迥然不同。其他的门派你可以拜各种佛，你可以拜各种庙，你可以用各种简单的手段，比如说布施，比如说放生，比如说捐钱，比如说请和尚念经，
来减少自己的罪孽，来加速自己成佛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他力救济，就你不依靠自己，依靠他人去完成这种救济的过程，脱离苦海，达成美好。但是禅者不是这样的，禅者靠的是自身的力量，只有我能救自己，只有我想明白了才是真想明白了，只有我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路。你可能会问我，你号称自己是个禅者，是个学僧，那如果我也想登堂入室，知道禅是个什么东西，除了我日常要多想多实践多遵从禅的教义之外，那你有没有推荐的书？我推荐六祖坛经，虽然六祖坛经有各种毛病，但我还是推荐六祖坛经，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如果有生之年老天再多给我点阳寿，或许我会编本适合禅宗入门的书，我已经把它排在日程上了，但不是近三五年的事儿。但也可能有其他同学说，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化一点，如果我没时间读六祖坛经，我也没时间读金刚经，那您能不能讲一句话，最代表禅宗的一句话？这个学生呢比较调皮，我说过了，禅宗呢了解语言的各种局限，希望不着文字。不着文字并不是说完全否定文字，什么东西都不留下，一片纸一个字儿都不留下，而是说不执着于文字。这块我也提醒大家，这是一个好的态度，不要非纠缠说这叫般若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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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若。我知道正确的标音应该是般若，不用在乎太多这个发音，你知道讲的是智慧就好了，也不用太纠缠这些版本。这我提醒大家，六祖坛经有十几个版本，而且我不是高度怀疑，我很确定不同版本甚至所谓最权威的版本也一定有好多人上过手，好多话不是慧能自己说的，是别人借他的口说出来的。鲁迅讲我没有说过这句话，冯唐讲我没有说过这句话，慧能从棺材里跳出来也会说我没讲过这句话，但他就这么写了。所以各位呢别太较真，对于什么空空有有有有没没等等，大家也不用较真。对于藏传佛教和其他佛教里边各种所谓的仪轨，所谓的教义，所谓的瑜伽四步，每一步都有什么神，手上都拿个什么东西，大家也不用特别计较，一定要背得清清楚楚，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重要的是说三遍，从禅者的角度来说没必要。如果只说一句我勉为其难说一句最代表禅宗精髓的话，那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什么意思？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认为一切都是真实的，所有的好东西都是应该去追求的，追求到的就应该死守，执着如怨鬼。这个在禅宗的话里叫做住，你住在这种纠缠之中，你住在自己的欲望之中。当然你的欲望有可能会用一种鲜活的更正面的形象表现出来，表现成你的理想，你的追求，你的愿景。但这个极端我们禅者的定义就把它叫做住，你陷在里边了。另外一个极端是绝对的空无，你陷在白茫茫一片世界真干净，你陷在人生无意义里，你现在
所谓的涅槃之中。刚才说的两个极端，用另外一种叫法，一个极端叫有执，有没有的有，有执，什么都是有有有有有，要要要要要。另外一个极端叫空执，什么都是没意思没劲没趣没用，空。有执跟空执都是一种执，都是一种执念，都是要相对避开的。那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各种境遇各种追求都是不应该往死里较真的，都是应该拿起放下的。什么叫生其心？虽然各种境各种态各种相都不值得去着相，不值得去执着，但是就像游戏，就像每天的太阳，每一晚上的月亮，在那一瞬间一刹那产生的美好，它就是美好。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尽管花开也是一种空，但这花开的是真美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知道无常是常，但是这不影响我们内心肿胀，来世界花开一场。那我们也给慧能打个分。慧能生活在边缘，挺边缘的，小时候跟我一样穷，然后去了庙里一直做粗活，本来悟到了禅法，但是被周围的势力所不容，又逃到南方，在南方又开始传法，终于成为一代宗师。生活在边缘，我没法减分，只给满分一分。表达在当下，慧能不太会写字，不太会读书，但他还是坚持用着一颗很纯真的心，跟他周围的人讲着他理解的禅宗大义，禅宗精髓。他的后人也辛辛苦苦总结出这本《六祖坛经》，一个文字不通的人还能流传下一本书来，哪怕是薄薄一本书，也是非常不容易了。表达在当下，一分我还得给满分。理解在高处，我纵观《六祖坛经》看了好几遍，如果抛去那些后人胡乱添加肆意篡改的东西，如果把那些真知灼见都当成是慧能自己的，我不得不说，理解在高处，我觉得慧能做到了。一分我也很难给他减，我也很难因为别人乱改给他减啊。但是他管徒弟管得不够严，六祖坛经是慧能留下的唯一部著作，如果不明事理的人把里边所有的东西都当成他的东西，难免会产生一些疑惑。一分我给不了他满分，理解在高处，我相信慧能是理解到了最高处，只是他没管好徒弟，后边这几代人手太欠嘴太碎，添了很多有的没的私货。因为这一点，一分减 0.2 分，给 0.8 分，慧能总得分 2.8 分。抱歉抱歉，阿弥陀佛。总结禅宗有三个非常不一样的特点，这三个不一样的特点让禅宗在很大程度上创造性的发扬光大了佛教。佛教在它原产地印度没有什么太长远长期长久的影响，但是在中国日本朝鲜韩国反而产生了很多持续到今天的影响。如果我们细究这种持续影响造成的原因，禅宗把佛教中国化，创造性的
改变了佛教，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也就是说，佛教在东方的影响，禅宗功不可没。禅宗作为对佛教重新汉化、重新中国化、重新改良，做出了很多的工作。基督教中有新教，如果做一个不完全恰当的对比，但也不完全不恰当的对比，禅宗就像新教一样，承前启后，发扬光大。禅宗三个特点：简素、思考、自我。强调这三点，也是帮助各位理解，似乎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似乎每个人都能说几句的禅宗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简素的，它是崇尚思考的，它是抱住自我的。大家不要理解偏，简素是指我不求大庙大塔，不求经书繁多，不求荣华富贵，不求跟皇上有一腿，不求跟皇后有一腿，不求跟皇亲国戚、大商大富大贾，不跟这些人有太多交往，不跟大城市有那么多的瓜葛，不求香火旺盛，不求信徒众多，他只求简单、简洁、素净，好好作为一个正常人过这一生。教理也非常朴素。如果说你看到富丽堂皇的景象，包括非常漂亮的宫殿、非常漂亮的庙宇、非常大的雕塑、非常高的塔、非常美轮美奂的壁画，这些跟禅宗就是背道而驰的。如果你听到有些教理是非常繁复的，多少种空、多少种有、多少种没、多少种，哎呀，各种各样的词汇，实话说，这也跟禅宗是背道而驰的。当你看到这些富丽堂皇，当你看到这些非常繁复的经文和教义，你就要在心里画个问号。这些富丽堂皇，这些似乎很深奥的佛经、很深奥的教义，是不是为了装逼？是不是为了洗脑？是不是也是从某种程度上想震慑你？禅宗的道理是很朴素的，记住这一点。禅宗是非常日常的，它强调每天的生活，困来睡觉，渴来喝水，饿来吃东西。禅宗有产生了很多看似简单实则不容易的事情，看似矛盾实则解释通的事情。睡觉的时候睡觉，吃饭的时候吃饭，喝水的时候喝水。但你想想，有多少人包括你自己在内，睡觉的时候不好好睡觉，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饭，喝水的时候不好好喝水？有多少人吃不好饭，喝不好水，睡不好觉？有多少人？简单吗？简单。复杂吗？也复杂。说禅宗教理朴素，不着文字，尽得风流。但是正是因为禅宗对文字有很多忌惮，有很多不信任，但是发现除了文字之外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来传播意见，来传播佛法，历来的禅宗和尚、历来的禅者在文字上下了巨大的功夫，皓首穷经，用尽语言的极限来创造公案、五灯会员、景德传灯录等等。说来有意思，禅宗作为一个最不信任经书、最不信任文字的一个宗教，却对于汉语、对于语言的贡献在所有宗教中是最高的，至少在我眼中。简素也包括喜欢山林，不喜欢城市，喜欢简单的生活，一钵一衣就够了，一个钵吃饭喝水子都有了，一个衣穿在身上也可以防寒，也可以当被子，也可以
出门遮体。这说起笑话，袈裟一旦缀满了珠宝，一旦嵌上各种藏传佛教说的佛家七宝、佛家八宝、佛家多少种宝，就被妖精惦记上了，就被各种妖怪惦记上了。《西游记》里有好多这样的故事。禅宗强调思考，强调怀疑，让自己产生一个笃定的核。看上去简单，但其实并不是一条捷径。当然你可以把它说是得到真智慧的一条捷径，我真心的是这么想的，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太慢了，太曲折了，那还不如我捐个庙，我捐个门槛，我请尊佛去家里，我烧烧香拜一拜。思考太难了，花钱太容易了，想想什么是真的佛法，真的禅意太难了，我背背经书，我念念经，相对来讲容易多了。大家日常看到的庙，接触的佛，往往都不是禅宗，往往都是一些世俗化了的佛教。所谓世俗化，无非是两个方向，一个是政治化，一个是心理安慰。政治化就是这些宗教、这些佛教跟政治走得太近了，做了很多维护权力的事情。所谓心理安慰，就是这些宗教用了好多简单粗暴的方式来给信众造成心理安慰。比如说有些佛教里的宗派强调来生，今生就算了，来生再说吧，你在今生就修来生吧，念经、捐钱、放生、念佛，想来世，不要想今生。很多过得特别苦的人，特别底层的人，一点办法没有的人，很被这些教义所迷惑，我反正今生也没办法了，那就指望来生吧。很多大恶人、大贪人觉得，哎，这个好，我今生的罪已经洗刷不了了，我如果现在修一修，我来生会不错，我捐点钱来生就不错，我放生一天条金鱼来生就不错了，等等。说到禅宗强调自我，我不得不说，并不是说自恋，并不是说自爱，而是实事求是的把自己这个自我、这个真如、这个本心当成接触佛法、接触禅定的最好的途径。他力救济，依靠他力来实现顿悟，依靠他力来实现解脱，其实是镜中月、水中花，基础是非常不牢的。就像在管理日常中，我也见过很多有过很好学历背景、有过很好工作背景的，甚至有很好的师傅教他们怎么做管理，甚至他们跟着一些所谓好的领导做得还不错，但一旦让他们自己去做点事儿，一旦风浪来了，让他们不得不自己拿主意，不得不自己带队伍，不得不自己支撑自己走过一段逆境，结果这类人一塌糊涂。有时候我经常怀疑教育的作用，就这些人好教育都去哪儿了，都被狗吃了。唉，不说远了，其实所谓崇尚自我，并不是让你变成一个自恋狂魔，我是一个真正的禅者。在禅者的眼里，生活是苦海，生活里面有很多苦，做人有很多苦，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有情既有烦恼，这是没法办的事，你有了这个肉身，有了这个身心灵，就会有烦恼，不需要躲避，需要正视，用日常的生活，用每一口酒、每一口水、每一口饭、每一个水果、每一朵鲜花来面对这些烦恼。禅是日常禅，是烦恼禅，
是友情禅，是花开，是微笑，也是花被吹走。六祖坛经以思想性著称的书，它和我们论语、道德经、庄子共同构成了中国文明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格局。曾经有人说，儒家教我们拿得起，道家教我们放得下，佛家教我们想得开，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今天坐在这里，我还是感到有些遗憾，因为数千年的中国思想史就像一条流域广阔的长河，我能做的只是带大家去看看大河之源，而不能陪伴各位继续去领略各个水系的风光。六祖坛经第一章，悟法传一，悟领悟法，佛法传，传递一，一波的一，悟法传一，讲的呢是六祖慧能自己一辈子主要的经历，类似于一个小传。他是这么说他自己的出身的：能严父本贯范阳左将，留于岭南做新州百姓，死身不幸，父幼早亡，老母孤疑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是卖柴，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永经，能一闻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即开悟，遂问客永何经，客曰金刚经。慧能他爸祖籍实际上是北京，所以如果慧能跟他爸的祖籍，那就是北京，而且是北京南城。慧能他爸爸祖籍是北京南城，我爸爸祖籍反而是慧能出生的地方，也是慧能小时候长大的地方，也是慧能最后得了衣钵逃跑隐居所在的地方。我爸爸是广东人，有一个地方呢叫四会，现在说来应该属于肇庆，这个地方呢出柑橘，出橘子，肇庆呢也出砚台，慧能呢就在这一带活动。慧能第一次有开悟的感觉是读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作为一个学僧，作为一个禅者，我第一次有开悟的体会也是一个晚上，读到这句感觉很好，我觉得我应该明白了一切。明白了一切并不意味着不是人渣，并不意味着不继续糊涂，但明白了一切，只要有一次有一个感觉说明白了一切，你至少不会永远糊涂，而很有可能你一时迷糊还能自己让自己再明白过来。一旦你明白过一次，那你第二次达到明白的状态就会快很多。这有点像小脑记忆，听好啊，这个比喻可能其他人没跟你说过，有点像小脑记忆。什么意思呢？你想就像你学自行车，一点半点三点四点，左摔右摔前晃后晃，忽然在一瞬间你会骑了，你会骑自行车了，即使以后你想忘都不见得能忘，想装着不会让你骑起来你就会骑起来，的确会存在你长久不骑你还会磕磕绊绊，但是你永远会比那些从来不会骑车的人骑得好，骑得快，骑得稳。对我来说，我个人的体验，顿悟和骑自行车有点像，一旦会了很难忘。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在这点上我又跟慧能比较像，他也是先听到这句有开悟的感觉，我也是听到这句有开悟的感觉，我就想起那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大便已经排出去了，肚子里已经没有汤汤水水了，没有那些烦恼和纠缠了，但是在这一瞬间心里变得很平和，我看见月亮
大大的挂在窗前，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阿弥陀佛。这章后边就说五祖弘忍说，你们每个人做首诗，如果我觉得你做得好，明白了佛法大义，我就把衣钵传给你。这个时候呢，神秀已经是大家公认的接班人，他不写其他人不敢写。神秀写了一首：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写怎么样？写的 OK 的，不错的。五祖不认可也是对的，他没有得五祖的精髓。弘忍如果把衣钵交给神秀，神秀弘扬不出来禅宗。但是呢，五祖又不敢否定他。把一个太子干掉，那是需要好多的步骤、勇气和机缘的。六祖慧能当时还不是六祖，当时还只是一个烧火的，说我虽然不会写字，但我内心肿胀，我也想写首诗。慧能的诗是这样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能的确是进了一层，但我也不得不说，慧能不了解基因，没学过解剖，没学过西医，写得挺好，但是还可以再挖一层。第二章是功德净土。这章我给大家讲一个开头，开头主要的意思我在之前也讲过，就是禅宗和佛教其他门派不一样，禅宗是个朴素的宗教，是个崇尚思考智慧的宗教，禅宗是一个非常自我的，强调自性自身自给自足的宗教。第二章呢，就讲了禅宗和其他佛教的区别。原文是这么说的：次日，韦刺史为师设大会斋，斋起，刺史请师升座，同官僚士庶肃容再拜，问曰：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今有稍疑，愿大慈悲特为解说。就是我听您讲，我觉得挺棒，我有点疑惑，我问问您，能不能跟我讲讲。师曰：有疑即问，吾当为说。你有问题就问，我知道我就跟你说。韦公曰：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师曰：是。公曰：弟子闻达摩初化梁武帝，帝问云：朕一生造寺供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呢，最开始去见梁武帝，梁武帝就说：我可喜欢佛了，我一生盖了无数的庙，供养了无数的和尚，我是不是很有功德？我有什么样的功德？达摩也实无功德。达摩说：什么功德也没有，弟子未达此底，愿和尚为说。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跟我说说？师曰：实无功德，勿疑先圣之言。真是没啥功德，盖这些庙供这些和尚没啥功德。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供养，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变为功德。什么意思？就是武帝的心是歪的，他不知道什么是正的禅宗，正的佛法，盖这些庙，做这些供养，只是想为自己求福，求福不是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功德靠花钱没用，是在智慧中。师又曰：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智，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看到自己的真性是功，看到自己的真性，就所谓自己的自我跟其他人的自我其实是一个自我，本一不二，自恋狂魔如果他也要同样的爱去爱其他人的心性，那他不是自恋狂魔，他是佛。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理是德。内心安安静静的，
踏踏实实的看自己的真性，这是功。在外边对外人有礼貌，讲功德是德，自信建立万法是功，心体离念是德，基本不用我翻，就是这个文字的意思。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若密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既不清，常行普净，心常清人，无我不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为无我自大，常清一切故。简单的说呢，就是总认为自己花钱就了不起，总认为自己有权有钱有名有利就了不起，总认为自己花了钱修了佛身，花了钱供应几个和尚，花了钱印了一些经就很了不起。其实这跟了不起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自己真的有智慧，真的知道禅是什么，真的身体力行禅的教导，这才是真的功德。慧能又补了一句，善知识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识功德需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是以福德与功德别，吾弟不识真理，非我祖师有过。他说的挺清楚，我就不翻译了，我翻的有可能还不如他原意好。简单的说，佛在你心，不在你的钞票里。念佛念自心，通过自心做日常该做的事情。盖大庙，虽然盖庙的施工队很开心，虽然当地景点售票的很开心，当地地方官很开心，供养大和尚，大和尚当然很开心，但是做的这些事儿，看似是条捷径，看似能帮你增加福德，看似能帮你削减罪孽，其实都是没用的。你没明白就是没明白，你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最后一条，读原文的，所谓渐修和顿修，也就是说靠什么方式走哪条道路去达到最后的开悟。慧能是这么说的，善知识本来正教，无有顿渐，人性自有立顿，迷人渐气，误人顿修，自识本心，自见本性，既无差别，所以立顿渐之假名。什么意思？就是渐修也好，顿悟也好，其实只是不同的方法，最后达到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一样的，不同方法只是适用于不同的人。慧能六祖坛经可以说的太多了，但是因为篇幅关系，我只能非常有选择的去说。而且禅宗讲不着语言，就是语言有很多限制条件，有可能让人走很多弯路，所以不该说那么多。这本书呢，我就按正常的篇幅给大家讲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外举不必愁，内举不必亲，了解我的都知道，好我就说好，哪怕我自己的东西我也会舔着脸说好，坏我就说坏，哪怕是我自己的东西我也会说臭狗屎，就是这么一个态度，臣不知忌讳。我一直觉得呢，禅宗公案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如果老天给我更多的阳寿，我说过我会编一本更好用的禅宗公案给大家用。六祖坛经有它好的地方，但毕竟是例子少说教多，很多人阅读起来还是会有困难。我就着六祖坛经给大家引一些五灯会员景德传灯录里边一些禅宗公案，让大家领会一下公案的魅力，都是一个一个小故事，一个一个的案例。我举几个例子，大珠用功，大小的大，珍珠的珠，大珠是大珠慧海的简称。元律师问，
他这个律师不是现在这打官司这个律师，是那边懂得佛律戒律的那么一个有学问的人。原律师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就是您现在修佛法还用不用功啊？是，就是这个大珠慧海说用功，我特别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大珠禅师说：我饿了就吃饭，我困了就睡。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这个袁律师说：所有地球人都这德行，他们也是跟您一样用功吗？师曰：不同，不一样。袁律师接着又打深一层说：何故不同？为什么说不同呢？师曰：大珠慧海接着说，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虚索，睡时不肯睡，百般计较，所以不同也。律师渡口。大珠慧海禅师是这么讲的：多数人，绝大多数人吃饭的时候不愿意吃饭，不好好吃饭，各种折腾，各种做吃饭之外的事情，睡觉的时候不肯睡觉，翻来覆去，各种计较，各种安排。所以这些多数人跟我这个大珠慧海大师，大珠慧海禅者不一样。我想大珠慧海已经把他要说的挺清楚了。我们多少次吃饭的时候是为了聊天，是为了谈工作，是为了谈爱情，而不是认认真真的吃饭，认认真真的心无旁骛的在吃嘴里的食物，在想嘴里的食物，在想嘴里的食物是什么，什么味道，怎么产生的，如何到了嘴里，如何会进去。睡觉也一样，有多少人睡不着，有多少人睡前看手机，有多少人睡前思前想后。有一种说法哈，说小孩特别接近佛，就是小孩不太会掩饰他表现的状态，有时候会非常佛，比如说很容易忘记，但是有时候也是非常的磨，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饭，就是玩，比如说睡觉的时候不好好睡觉，就是翻来倒去想事情。人成年以后，有意识无意识的把一些做人的特性更加放大，离佛就更加远，离魔就更加近。只是这些成年人比小孩会掩饰一点，他看上去在想他在吃什么，但心里他没在想他在吃什么，他在想桌子下边那双穿着高跟鞋的脚，他在想对面那个人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哎，一口吸尽西江水的故事。唐运居士后参马祖问曰：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就是不跟一切规律方法道德准则在一块儿的是什么人？他实际上在问佛是什么，佛法是什么。祖曰：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是于言下顿领玄旨。马祖道一跟他讲说，你如果一口能吸进西江的水，我就跟你说。庞蕴居士当时就明白了。这庞蕴居士明白了什么呢？这个公案下没有下文，他也可能没真明白，因为他后来又去找马祖了。你说我跟你说不说呢？我跟大家说不说呢？怎么说呢？如果说的很玄妙的话，可能还不如直接说。如果说的直接说呢，我又怕呢，我耽误了你自己去理解这件事。我提示一下吧，待汝一口吸进西江水，即向汝道，其实有两个层次。一个呢，就是我讲过的禅，很大程度是日常禅，亲尝大于二手。你这么问来问去，
甚至你看这些书，包括金刚经，包括六祖坛经，包括五灯会员，看比不看强，但看不如你亲尝强。你还是要行万里路，你还是要读万卷书，你还是要做学徒，你还是要跟着导师多学习，你还是要吸进西江水，还是让你自己在红尘中摸爬滚打一阵之后，才有可能真的明白。第二层意思，我想了想哈，还是不说了，还是等你一口吸进西江水之后，咱们再在留言探讨，或者是说我们相对一笑就不用说了，等吸进西江水再说吧。最后这个公案呢，叫鸟科禅师与白居易居士。鸟科道林后见秦望山有长松，枝叶繁茂，盘曲如盖，遂西指其上，故时人谓之鸟科禅师。鸟科道林他看到山上有大松树，这松树啊，哎呀，好大，好多叶子，好茂盛，又能遮风又能挡雨，他噌上去了，住在上边。别人一看说，哇操，有个人整天待在上边像鸟似的，就把他叫成鸟科禅师。白居易呢正好到附近当官，入山夜师，就是进了这个山呢去拜见鸟科禅师。白居易是这么问的，禅师住处甚危险，就禅师啊，你住这个地儿忒危险了，万一你翻个身你就从树上掉下来了，你就摔得屁股裂成八瓣。诗曰：太守危险尤甚，就是白居易白太守，你的危险比我厉害多了，比我待在树上危险多了。白曰：弟子未镇江山，何险之有？白居易就说，我自己守一方疆土，一方大原，我有什么可险的？诗曰：心火相交，时性不停，得非险乎？歌词大意就是，你整天担心这担心那，整天欲火中烧，名权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欲火天天在燃烧，你思考一刻都不再停，你在你的位置上难道不危险吗？白居易还只是在当一个太守，那当更大的官，危险不是更大吗？白居易又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就是佛法最主要的意思是什么？鸟科道林跟他讲，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白居易说，三岁小孩也知道，您作为禅师，有没有点新东西？有没有点新东西？有没有点新东西？其实很多人讲并不意味着我不该讲，以及很多人讲没有像我这样亲尝过的人这么认真的看你的眼睛跟你讲，对你来说更有效。就是他们说不等于我不该再说，他们说没有我跟你说让你收获更大。不打岔了，说回鸟科禅师。鸟科禅师是这么说的，三岁孩儿虽道德，八十老人行不得。就是别看我这是简单的道理，三岁小孩都说得明白，但是八十岁的老人比比皆是，做不到。所以禅的确是一枝花，不需要太多的说法，禅也的确是一件衣裳，一个饭碗，天天穿，天天捧起来吃。禅在日常，禅在花开。阿弥陀佛。不止课外题，因为我们讲禅，我们穿着睡衣在火炉旁喝着小酒讲禅，我课外题给大家提的
更宽泛一点，更松散一点，更自由一点。当我提起禅的时候，我抑制不住的脸上就露出了一种放松的笑容。禅有可能是唯一让我轻松的一类文字，一类想法。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人这一辈子其实也一样，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最开始是个空，到最后或者被一把火烧成一股灰，或者被一捧土化作一溜烟，从空里来到空里去，空和空之间有意义吗？可能没有任何意义。应该是孤寂一片吗？绝不是。一个受精卵化成两个细胞，两个细胞化成四个细胞，四个细胞化成八个细胞，二的又二，二的又二，二的无数次方，成为一个能蹦能走能跳的小娃娃。小娃娃慢慢有了自己的三观，也开始看了一些经典，激素开始澎湃，想去逐鹿中原，想去取班花，取校草，想去安身立命，想去知道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有些疑问找到了答案，有些疑问被一直疑问着，有些实在难受的疑问也被慢慢忘掉。有生就有死，有病有老，慢慢生了病，慢慢老了，不想放手也不得不放手，慢慢的生命就离自己越来越远，终于到一瞬间一口气喘上来就再也喘不下去了，人又回到了那个无知无觉的状态。从无里来到无里去，中间繁华似锦，休说万事转头空，转头之前皆梦，这么一个过程，这么一个禅意，给大家出这本书的课外题。这个题目就叫禅，你对禅的理解，你可以原创，你也可以抄，抄你觉得最有禅意的文字，欢迎留言，欢迎教你自己的答案。